昨天那个宁波的徐阳杰，就是老给我寄那个杨梅的，他发了一张照片，他问我1889年设于什刹海纯亲王府，爱新觉罗奕桓50大寿，真的还是假的？按道理和历史时间应该是真的，但这张照片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说，所以我告诉他应该是真的，但在网上都不敢确认。他说谢谢唐老师，因为现在网上啊信息爆炸，大量的是没用的扯淡的，真假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走的这地儿呢是什刹海的后海，所谓后海就是银锭桥以西、德胜桥以东这一块，水面积好像最大啊。以前醇亲王不住这儿，他住叫南府，就在宣武区。也是西城区，濒临宣武区。那位置就是在哪儿呢？现在的新华社的西边，中央音乐学院，现在叫中央音乐学院。后来他们家出了王了，出了皇帝了。为什么？这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叫帝国主义战争。什么叫帝国主义战争呢？就是那些皇帝家全完蛋了。皇帝家为什么都完蛋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完蛋的是有著名的三个帝国主义，一个是罗曼诺夫王朝，就是沙皇沙皇叫凯撒，俄文叫萨斯里，叫查理金，就是查理沙皇，完了，列宁十月革命把沙皇给他们枪毙了都，第二个王朝也完了，霍亨索伦王朝，就是普鲁士，柏林墙最高那门叫什么来着？勃兰登堡选帝侯大门，那勃兰登堡选帝侯大门，那霍亨索伦王朝。一次世界大战给退位了，就拽胳膊那个，威廉二世往中国派瓦德西镇压八国联军那个也完蛋了。第三个完蛋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奥地利那个霍英堡的那个。我现在左边你看叫宋庆龄故居，这就是原来的醇亲王府。就是刚才昨天老徐问我的那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来，不进，说你，就到这儿看看就行了，来，爹摸摸吧。啊，真的跑呀！啊，你这一下跑的路程不短呀。对，我比你骑车都快是吧？对呀。我走起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我腿长。我这长腿啊，就像帝国主义那时候的骑兵裤子。骑兵为什么要一红裤子呢？一是显得牛逼，再一个腿这地儿啊，骑马，所以腿这是最宽的。不然的话这膝盖一过树丛老得撞碎了。所以你看拿破仑乔治巴顿古德里安他们祖上当骑兵的时候全穿红裤子，至少是草绿裤子在边上有一条红线。这儿都是这一大片都是醇亲王府啊。刚才讲到那个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他们旧的帝国呀，特狭隘，就是只许自己家人操自己家人，操出来那个才能获得政权。因为那个古代啊，权力、金钱都特狭隘，只能自己这一波人，所以只能自己这波人积累起来，就近亲繁殖了，比如。
那边是游泳的。你看这个也是春亲王府，本来是春亲王府的正门，孙庆龄住的那就是花园。孙庆龄一住这儿，孙庆龄的好哥们马海德也有住这儿。现在马海德死了，马海德儿子周肉马还住前面呢。来来，我走的跟上次不一样的路，来，真乖，真聪明，真聪明，来来，上这儿玩玩，这儿，来，这个现在叫国家宗教局，以前是卫生部，他不进不进，来，来，他认识那个保安，他认为保安都长一样，哎，乖，真乖。啊，哪儿比你聪明极了？来，往里走。他不会走，我不去，你弄都弄不走。然后呢，这儿也是纯王府。以前不是南府吗？后来刚才我讲的哈布斯堡王朝，你看都是大下巴，因为近亲结婚，他们叫不在战场上摆平敌人，就在床上摆平敌人，所以操他们家的人都是他们家自己人。所以全有血液病，就退化了。一人长一大下巴，来那边出不来，你还得绕。你看我聪明的女儿啊，她会绕到大门，那边出不去，出不去，快退回去，快退回去，退回去，真乖，真乖。真乖，这聪明的狗就是好基因，不能近亲繁殖。哈布斯堡王朝、霍芬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全近亲繁殖，繁殖繁殖又绝不了。这是在那个纯亲王他们家门口，我接着说，到了那个谁，咸丰皇帝的时候，嫖娼啊什么之类的，前门八大胡同啊，反正就。不学好，平常老在圆明园待着啊，里边弄得乌烟瘴气。泡刘晓庆，不有个电影叫《火烧圆明园》吗？那个每天在里边吃鹿血，吃完鹿血就干宫女。那个刘晓庆演的那个慈禧，就滋喽一嗓子，唱了一什么兰花，把咸丰给勾搭来了，就怀孕。怀孕就有了，这是他们家绝唱，因为从这以后只许爱新觉罗操叶赫那拉的人才能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其他那些人即使优秀也没用，汉人更没用啊，只能他们家，就是满洲那边的爱新觉罗操叶赫那拉，所以到同治就没孩子。没孩子怎么办？就把光绪给弄来了。刚才他说，光绪一弄来，光绪他们家中央音乐学院新华社西边那就成潜龙府了，不能住了，就升级，就升到了我后边这儿什刹海后海的纯亲王府。那纯亲王府就到了这儿了，到这儿没想到光绪。还是弄不出孩子来，退化，就命根子都不行了。命根子不行，又从光绪他们家选。因为为什么从光绪他们家选呢？从醇亲王他们家选。醇亲王娶了慈禧他们家的一个女的，这才符合爱因觉罗操叶赫那拉的这个。这点圣水儿，才没溜到别人家的阴沟里去。来，等爹一会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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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来来来，爹走不动了，爹走不动了。是，每天走到这桥这儿，我一说我走不动，他就等我一会儿，然后就不管我了。所以
光绪后来之后是他们家又出了就是溥仪，溥仪就更不行了。溥仪在那个地儿有一叫海潮，海潮庵，在中国啊，寺就都是和尚了，庙就稀里糊涂什么人都进，庵是尼姑，犹太会堂是以色列，天主教堂是罗马正教，东正教就是那个俄罗斯那个十字，那个叫什么是十字？那不是拿破仑，戴高乐那个俩十字，那个双十字，啊 ，Kiki 他爸就信那个 ，Kiki 他爸是拿破仑派到老挝的武官。这有什么呀？嘿。他喜欢闻铁打大公口的臭味儿，闻了以后跟打了鸡血似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就跟女孩抹香水满街扭的似的。到溥杰，溥仪就更不行了。据那个孙太监，就刚才我说的，住在前海和后海一内桥南的。那个南关房最东头那个海潮庵里边了，孙太监说，孙太监最后死在广花寺，一会儿我还会路过广花寺，据孙太监说，溥仪不走水路，走旱路，走旱路就是后庭花呀，菊花啊，所以溥仪又没孩子，溥仪没孩子要把他们家这个地业传下来怎么办？比如说过继了一个，我写过，写过《安吉洛寓言》啊，小瑞子就是，小瑞子呢不仅是他正经册封为他儿子，继承大清爱新觉罗，而且是在俄罗斯的时候，他以为斯大林，他把他的金银珠宝全给斯大林了，给了赤塔的那个远东的那苏联红军的那将军，给了之后他还不放心。他觉得人家弄死他，于是就把他们家宗室都给凑齐了，凑齐了在那叫什么，在那个地上趴一堆啊，趴一堆，然后正式就跟那个订婚的似的，然后册封小瑞子爱新觉罗预言为溥仪的继承人。你这看溥仪的前半生里边，溥仪的自己都写了，所以这小瑞子就倒霉了。国王大明扫的街，扫前海后海，南官房北官房，大金丝小金丝，我爷爷那时候要扫的街啊，所以从我爷爷跟溥仪，然后是我爸跟小瑞子，我呢跟小瑞子的儿子爱新觉罗恒凯就是宗室。我这么说呢都有照片，沙和尚都知道啊，溥杰、溥仪后来改造在那个香山北京植物园，我小叔唐振姿就是香山植物园的，他们俩从后海一起坐十一路，从十一路坐到动物园换333路，到动物园换332，好像到颐和园换333，333到颐和园，然后颐和园再走着到北京植物园，啊，那时候人少，车也少，他们俩老是一块走一块回来。有一天我小叔就把那谁溥仪找我小叔一起走，我爷爷一开门赶紧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爷爷是光绪的进士的，啊，我爷爷叫唐宗仪。字木芬，我爷爷的哥哥唐宗玉，字木朝，一个是韩愈，一个是郭子仪。后来光绪完菜的溥仪上台，溥仪的仪跟郭子仪的仪是一个仪，所以我爷爷得赶紧改名啊，就改名叫唐宗郭了，还沾郭子仪的边儿。但是我爷一看皇帝来了啊，不行大礼，那是不好，不对，行大礼，一会儿得让警察给逮走传走，我爷爷就赶紧藏起来了。
我小时候是新社会人，跟溥仪扭达扭达就走了。所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反动的皇帝完蛋，不等人民造反，也不等工业化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就光是他们自己只许爱新觉罗操叶赫那拉，只许维多利亚弄伊丽莎白，他们就得完蛋。英国也一样，英国是最鸡贼，英国就使劲甩锅啊。其中沙皇啊，沙皇是英王的表弟啊，沙皇当时如果英国要是救沙皇，能把沙皇救了，英国没救啊，让沙皇慢慢的走着给弄西伯利亚，被列宁给枪毙了，被布尔什维克给枪毙了。还有那谁，威廉二世，德国皇帝，霍恩索伦王朝的那个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子，英王也没救，还发动英国法国跟威廉二世打仗，威廉二世被废了，退位了，德国那个叫魏玛共和国给逼迫退了位，退位流亡，流亡到哪儿？流亡到荷兰。他是二次大战才死的，死的时候希特勒还给威廉二世实行了国葬，我忘了是葛培尔啊还是希姆莱，还送花圈还去了。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完蛋的战争，所有的皇帝全完蛋。嘿，小流氓狗，刚才我还讲爱新觉罗弄叶赫那拉，你这小杂种狗就来弄我的陈庚、陈志健他们家的纯西伯利亚雪橇狗。来让爹看看你被他玷污没有，来来让爹看看，爹看看，来吧，来来来。所以一个高贵的母狗一上街啊，好多杂种狗都来使劲了，臭臭臭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真他妈有种。所以那个亚伯拉罕、伊布拉辛，耶和华跟他说，你将是大国之父，你的子孙将是一个大国，大国从生开始，人必须多，人不多就不是大国。这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的。嘿，你看这着急五斤六瘦的，你这么点你干不了他，干不了他，干不了。哎呀，他也不让干，是吧？他连杨继平那狗都看不上。走了，今天就讲到这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太他妈有种了。鱼生鱼，虾生虾，乌龟专生大王八。